现在一指放在拉，我们用低调讲的哈，你看二指放在西，等级正常拉出去。你现在这个指距不可以放哦，这个指距不可以离开哦。这天津线有看到吧？这天津线有看到哦。你现在这个指距不可以移动，不可以缩小。你的食指要移到你的千金线，然后你的二指要移到你的一指的位置。对，好，然后再回到原来的位置，练个20次。所以你会发现要练到手腕要放松，然后这里不可以压抖，你压抖你会发现很难动，你会发现你手头适当的没有活动，你会发现你适当的把肘。就是肩肘稍微抬起来，你这边会腕会比较容易动。你看我的手，去练你的手腕的这个状态。有没有？你会发现你的手腕太僵硬了，对，懂意思吗？所以你的螺旋会不舒服，你不够柔软。